就这样子开始流浪了。有几个下船那些的人，有几个中国人在里面洗碗啊、打杂的啊，那时候切菜的那些啊，就跟他们混日子，打工再说，先做一两年、三年就回去了。我说怎么回去啊？想一想，怎么回去呢？我又不知道要怎么弄。十年前他就联系我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妹这样子，我说我想回家，这样我听到他讲回家，有没有？就是当然啊，一个人流浪在外面这样子，再怎么样就是要回家。开始办，没有几个月开始要钱了。我说好，没关系，小事给你，我给你。他妈，我算一算不对呀、啊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我儿子已经五六岁了，还办不成。他在这个十年当中，他就一直拜托我帮他办。姐夫后来他帮我办这个事情，他也办不成。我们台湾大使馆不给就是，他说小灿。Porque no tiene papeles, yo qué sé. Ahora tú, o sea, ni跟他讲西班牙，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办公西班牙人嘛，跟他不知道讲什么。他说明天，他说啊，明天又有钱。我说惯多，我说多少钱？他说7万块。马年了，我去银行拿钱，懂吗？我们又过去了，结果纸张也没有。纸张又纸张，我只有这么多。真的，你不相信？关东八百的电锅呀，哎，我们东的八百的那不少。No, pero papeles, mira, y mucho money. 我妹妹不知道哪里认识的这个陈一平是吧？这个先生，他说啊，哥大哥啊，我运气很好，我碰到好人，那个很好啊，那个先生他帮我办你的良民证啊。他说那个先生，他说他要帮我办，真的假的？他说真的。你看我办了这么久的时间，他这短短的时间就可以了，找到对的人，真的就差。对啊，所以就算他讲的，我很多那个坐在公部门上班，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倾听我们的话。之后陈先生就一直一路上，就是这个十二月份我才接触他。接触他这样子，因为我那也很短的，十几天而已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他就一次办成这样子，啊、我就说啊，真的很感谢他这样子，就把这件事情这样子。哦，他已经办好寄过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说三天就到嘛，哇，真的感谢这个人，哇，真的。5 4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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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